哎呀，点解喺度行咁耐，行极都行唔完，我系咪中咗风水阵呢？咦，阿师傅，正所谓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呢、這个阵法报得高啊！哎呀，唔怪之我行嚟行去都行唔出去啦，原来真系有个阵喺度嘅。哎，喺度见到你真系好啦，师傅，你快啲带我出去啦！做咩啊？你睇地图啊？我就系提你千祈唔好睇地图，我头先就系睇下睇下呢个地图 app 就带错咗我嚟呢个地方啊，阴公！乜你咁噶？人哋一张八阵图啊 ，KO 你啦！呢个并唔系八阵图，系承泽为马会设计嘅转运招财八阵图先至啱。设计概念咧系来自木天子转八只神驹。咁因为神驹嘅力量咧，希望赋予大家马运亨通嘅，里面融入咗易经嘅大畜之卦，代表将人才、正气、君子融入于门内，系养然之长，生旺不息。不过今日系试验当中，谂唔到你咁踩咗入嚟啫，唔好意思、啊。莫非系为咗九月八日沙田马场而设嘅转运招财八进图？风水你都识？风水我识佢，佢唔识我啫。咁你讲咩八咩啊？应该系转运招财八进图先至啱。喺玄学上面人嘅左手就代表正能量嘅传递，而右手就代表负能量嘅传递。所以入场嘅人士当日入阵就应该用右手就触碰呢个转运嘅八进转运轮，咁就可以将衰气或者唔好嘅运气就除去。同时就诚心许愿，自然就财星高照了。之后就勇往直前，踏入呢个元宝彩池，一踏就财运亨通，二踏就逢关皆过，三踏就巨掌临门噶啦。咁同时就敲响呢个巨锣，所谓铜锣敲响就旗开得胜了。原来就是这样，我走完一转之后呢，我发现我的人的运开晒，开得很紧要，砰咁样开晒。系啦，巴闭啦，巴闭，巴闭。啊，咁人哋有风水阵，咁你个抽水阵呢？啊，算了算了，唔好讲你抽水阵嗰啲嘢啦，我哋抹咗去啦。但系咧，你再讲多三句都冇 punch line 嘅话咧，咁我转台噶咯 ，OK？ 转台？你咪转到够咯，一日唔发牌，你有几多个台可以转啫？咦，随便一句咁都俾你抽到水，真系厉害！呢种 freestyle 嘅抽水方法咧，佩服佩服。一个就风水劲，一个就抽水醒，咁究竟点样分高下呢？真系好难噶。我都系睇下边个可以帮到我开运发财先。啊，师傅师傅，你师傅啊，我想问一下咧，九月八号咧究竟旺乜嘢啊？哦，因为今年咧就仲未过年嘅。咁虽然新马季咧就开锣，咁但系当旺嘅数字咧仍然系一、九同埋八嘅。咁而五号呢个数字咧就系爆冷嘅数字嚟嘅，咁可以留意一下。而九月八号开锣日咧，当旺嘅数字咧就系四、五同六。咁无论系马匹嘅 number 啦，或者咧系档位咧，咁都可以留意，运气咧会系高啲嘅。咁而入场嘅颜色衣服咧，最好系黑色同蓝色。其次就是綠色，但是避忌的顏色就是黃和紅色，如果能夠跟這樣做應該會得心應手一點。四千六百萬，我要中 3D 了，四千六百萬。9月8號 3D 的巨獎有2800萬，而9月11號的 3D 巨獎就有1800萬，千萬不要漏。